我想大部分香港在職人士都知道，認可慈善捐款是可以用來扣税的。但你們又知不知道，原來只有捐贈給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已獲稅務局豁免繳稅的公共慈善機構或者信託，又或者捐贈給政府作為慈善用途的款項，才算是認可慈善捐款，不是說捐錢給任何志願或者非牟利組織都可以的。而且合資格的捐贈必須是以現金形式的捐款，任何購買獎券、電影或者慈善晚會的入場券，又或者在義賣活動之中購買貨物的款項，其實都不符合資格用來扣稅的。任何一個課稅年度可以申請扣除認可慈善捐款的總額不可以少過港幣100元，但最高亦不可以超過捐款人應評稅入息或者利潤的 35%。